沈梦辰从知道未来婆婆马上抵香，二姐从评论里都感受到沈梦辰的彷徨。从选购礼物开始，梦辰就充分考虑到海涛父母的喜好，头脑里幻想着一顿美餐，让海涛父母下飞机到家就能吃上热乎乎的晚餐。为此从家里挑了上等土鸡、腊肠、腊肉，想起海涛爸爸爱喝酒，特意找出爸爸珍藏的美酒倒腾出来一顿带走，引来演播厅一阵吐槽。可是现实和想象有时间就是不对称，小两口买完菜更是好需要的调料回家后，给做饭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是厨房新手的两人在一阵争吵妥协秀恩爱后，在没做完一道菜的情况下迎来了海涛爸妈。海涛妈妈一进屋就对小两口的日常开启了亲妈式，从混乱的房间布置到乱堆乱放的快递，从厨房中沈梦辰不专业的厨房技术到对两人最近生活质量的评价，无一不包，让本来就手忙脚乱的梦辰压力山大。但节目就进行到这儿，结束了观察。可从下集预告中并没感觉到沈梦辰热醒准婆婆有啥成功之处，在最后剩饺子的时刻，这位南方姑娘居然把剩下的饺子汤给到了。哎呀，看到这，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越大越爱吃饺子的东北姑娘都要土拨鼠尖叫出声了，她居然把饺子最精华的汤给到了，这直接导致宴席效果的打折了。看到这，或许很多南方朋友不明白为啥倒了饺子汤会引起东北人的哀嚎，那是因为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更讲究人汤换人时，吃完饺子再来一碗热乎乎的饺子汤，这个饺子大宴才算完成。沈梦辰把饺子汤倒了引发的反应，那基本上跟奥特曼死活打不着小怪兽的默契值持平，于是没喝到饺子汤的东北一家人表示遗憾，连海涛发表要是留口饺子汤居然没了试图圆场。已经意识自己犯了大错的沈梦辰相当惊恐，对于这次和准婆婆的见面饭实在算不上特别完美了。不过看到这二姐不禁有点疑惑，沈梦辰与海涛相处可不是一两天了，他们相处有六年时间了，六年还不足以了解对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吗？就算工作繁忙也不至于对于男友的口味那么不了解吧。还有喝饺子汤这都算不上本人的特殊爱好，只是东北人普遍的饮食习惯，沈梦辰这都不清楚，那他们得多聚少离多。其实海涛和沈梦辰的恋爱状态在明星艺人中很具有代表性，尽管是一个台的同事，但因为身份特殊行程几乎没有重合，在上一期两人吃饭时都吐槽一年见面的时间实在是太少，所以按照艺人工作的情况，他们相处的六年和普通情侣的六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真的常常见面，女生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对方的习惯，聚少离多也成为这对面对情人催婚却迟迟不领证的原因。还有个细节能看出两人相处的六年并不时长，从节目开播沈梦辰和杜海涛如偶像剧一般的恋爱模式就刷爆热搜，甜蜜的感觉如同刚刚在一起一样令人羡慕。当时节目播出就有不少网友认为他们之间太假太装，现在细想想网友说的也不无道理，按照普通人恋爱过程六年真的算恋爱长跑了，就算不相互嫌弃也该进入到相对比较平静的相处时光了，而这对正是从头到尾腻到爆炸不太合常理的亲密，加上六年生活习惯上的不了解以及沈梦辰自身的没有安全感，虽然相处六年但彼此算不上了解，一碗饺子汤暴露相处存在的问题，那接下来的考验是能弥合情感还是发现不足呢？敬请期待吧。